这个松叶蟹啊，主要是负责吃肉。那咱们平时呢，很流行那大闸蟹，它吃黄的。等到入秋了，我带大家一块去上海，好好尝一尝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。好，那说定了啊。等到时候听目标令期的上海啊，请我们吃刚开闸的蟹。大闸蟹一定要等开闸之后再过上个2到3周，那个时候才是最肥美的。我们有一句俗语叫做"酒池时雄"，你们听过吗？没有，没听过。这里边的"酒"和"时"。 说的其实就是咱们农历的这个月份。波波哥，哎，你别光顾着说呀，你看你这排的蟹肉都没吃，都快溢出来了。你看还真是，我这个人呢就这毛病啊，就是我就是只爱剥不爱吃。啊，这样，来给大家分一下一块吃吧。来，新子我给你分点。啊，谢谢。别客气。不是有点多吧？没关系，不多，多吃多吃。 你说说，你这个只爱剥蟹不爱吃蟹的习惯，可真太棒了！以后谁要是做你女朋友啊，那得幸福死。谁说不是呢？我们薪资男朋友就是这样，对他千依百顺的，别说剥蟹了，就连蜘蛛都能给他去了皮儿呢。薪资有男朋友了？嗯嗯。啊，也正常。你说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，要是真单身，我反而觉得有点奇怪。赶紧吃，赶紧吃，赶紧吃！我接着给你们剥。 薪资啊，我想给我喜欢的女生买一个礼物，想请你参谋参谋。我眼光不太好，要不请大家一起帮忙挑一挑。啊，你眼光是不太好。<笑>所以嘛，你找别人帮你挑吧。嗯。哎，薪资，你不会误会我刚才说的喜欢的女孩是你吧？我怎么可能会误会是我呀？哎呦！<笑> 毕竟我也是有男朋友的人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你说我现在还是你领导呢，想请你帮个忙都这么难。而且你觉得我会是那种上赶着挖墙脚的那种人吗？也最好。那这样吧，那个你把你的预算，还有什么忌讳，包括什么特殊含义，你告诉我，我帮你选一下。OK，没有特殊含义，也没有忌讳，更没有预期价位。贵的就选贵的吧。 这么敷衍？这不是敷衍，我这是绝对相信你的眼光啊！你刚刚还说我眼光不好，那我意思是说你挑男人的眼光。哎呦，我心中我不是那意思，对不起。我知道您是领导，但是我还是得声明一下，我不想听见别人在我面前说我男朋友的不好，尤其还是你不太了解他的情况下。 哎呀，我这走了之后，你这可是冷清了不少嘛。这叫冷清啊，这叫清静。你和徐亚白怎么样了？不瞒你说，他照顾的我无微不至。我每天早上一醒来，就能看见他给我准备的一大桌早餐，哪像跟你住的时候呀？每天吃的都是什么垃圾食品？什么垃圾食品？好了，你现在给我喂狗粮是吧？秀恩爱。唉，讲真的。 我觉得他有点过分关注我了，让我有点不自在。恋爱中的男人啊，都是这样患得患失的。可是你都不知道，我每天出门穿什么衣服他都管这管那的，走到大街上他就觉得有男人盯着我，就是爱上我了。他是不是紧张你嘛？你这沐浴油很贵的，你拿过去你要丢了怎么办呀？ 留着在家自己用呗。买了不就是要用的吗？我们也得享受啊，都没开过封，为了你专门开封的，你看我对你好不好？不是，我们去泡澡，不就是为了去吃自助、搓澡、下灰、淘撩、八卦吗？你整这么高级干啥？啊，下什么灰啊？我很干净的，我可不用下灰。你忘了是谁小时候被小姨搓的，满身都是灰，满地都是泥，把人在下水道都堵了。你不要血口喷人，你下灰，你这么大了还得下。你好，你好，能帮我们排两位搓澡吗？ 好嘞，谢谢。你还记不记得，你有一次在桑拿房里跟我比赛晕倒的事儿？别说话，影响我发挥。我姨怎么说你的来着？
抓奸要强，软硬不吃，啊！每次我妈给你妈打电话说就这俩词儿。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春秋大梦吗？他想到北京来给我买房，我一夜暴富了。他是脑子想不清楚，根本不了解北京这个房价，怎么可能是我们这种打工人可以买的呀？我同意，他们在老家根本想象不到北京的状况。你说我们一个月工资就那么点钱，要是说付个首付的话，也只能买那种二手的老破小，个子笼，没电梯，而且还绝对不在学区。你跟徐子泉怎么样了？纯友谊啊。谁信呀？啊，你不会是被他的渣言渣语蛊惑了吧？嗯，哎，我还真有一个事儿要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儿？你还记得棕榈湾的那个大叔找你喝羊汤呢？我知道呀，他后来不是成你客户了吗？啊，他约我约会。你介意吗？你喜欢他？我不喜欢他，但是一方面他是我客户，工作上有关系，我又不能拒绝他。另一个嘛，我也觉得跟他接触接触也没什么不好啊，就当做是一种锻炼。你想搭理就搭理呗，我只是觉得他可能有点土吧唧的，不是，准确来说是有点太接地气了。所以他是真的很有钱。我就说，怎么那么突然来约我泡澡？那咱们姐妹俩好好碰一个。拜拜。啊！没事儿，谁上班不摸会鱼？这是万国并旺的资料，你抓紧学习啊。好。这世界挺残酷的吧？又得工作又得搞人际关系，没有人关心你的时间够不够用，只关注你做得够不够好。两边都不放弃才是打工人嘛。你昨天发我那报告我看了，写得很专业，我都对你刮目相看了。谢谢。怎么还纯情上了？之前没人夸过你啊？之前大王在的时候，说什么都是不行、不对、不可以，都是不字开头的。我知道他性格这样，但是明白了，缺乏肯定嘛。没关系，我来了，以后我夸你。哎，对了，下午的会议，马总改晚上7点去高尔夫球场了。我看这个案子你捋得也挺明白的，我就不去了，你跟他汇报吧。啊，我一个人去吗？怎么还心虚上了？不刚夸完你，你很棒吗？好。手段要狠，身段要软，你是最棒的。